吃了一碗面，重庆人民展欢颜，麻辣鲜香滋味美，欢心重庆人世间。就让子怡去吃面，那个点单方式呀，他都不习惯呢。二两三两啷个点？哎，其实都是大碗和小碗，剧透啦。麻辣鲜香韵百味，人间烟火，反正它不贵。至于为啥叫小面，那个主要是因为那个不能说，那个我们一起啊往下看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这边是吗？哦，面庄，面庄，面庄到了吗？是这儿吗？哎，我想先看一下他们吃。大锅，你吃的是干拌的吗？干拌，有一点点，有干拌是这样，这个就是小小面吧。我想试个干拌的。我们先点菜，先点吧，不好饿。好，先点餐。有啊，有什么选择的吗？还是你好，老板。有啊，哪一条？牛肉、肥肠、牛筋。咱们还是一都要，完了我都要，我都要。两碗干溜。两碗干溜。两碗干溜，两碗要汤的，喂了。三碗要汤的。咱们还都是微辣，能吃辣，咱别微辣了，就正常辣吧，正常辣吧。挑战一下，啊不用，我不吃了，我少不点辣就好。我吃了，我吃橘辣。早上显清淡点吧，对，就少面呗。来那个肥肠了。那一样来一份嘛，要不咋的？要得，那就拿小碗装嘛，来。哎，要得要得。一份儿哈。谢谢。要得，谢谢。不客气。我怎么觉得你来到重庆，你声音变大？本土作战了，属于是，这很有底气。对，哎，你以前早餐也会吃小面吗？对，因为小面这个东西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儿时记忆那种东西嘛，基本上就是从小吃到大。哎，你们看老奶奶买菜来煮，真的很新鲜。好了好了，走，好了好了，没事，乖，不客气。他好奇。可爱、啊，来小面好了，干溜的，这个是干拌，这个是微辣，这个是中辣的，来中辣的，来请。哇哇，这是二两吗？对，二两。对，二两。来牛肉好了，哎，谢谢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牛筋。牛筋。这是肥肠。好难哟。嗯，我只能说是好吃，没有别的说法。好饿了之后吃这个好爽，是吧？太爽了。重庆小面的面是很筋道的面，所有的佐料完完全全裹夹着那个细的面，吃下去它除了辣味之外，它是有芝麻跟花生的清香，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嘴里会留下花椒的微微麻的味道，跟蒜味在一起就是很舒适。怎么你想说什么 say？他早上就来这个，不好吧？妈，一大早就叫妈，那个麻麻的感觉，嗯，我好喜欢。得吃完肚子疼啊？不会的，像我这个湖南人。湖南人，到重庆口音都有了，是吧？是的，就是要有一个加入的感觉。但你知道这种辣度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不够。我这也是，我这好像也不是很辣。啊，我可以夹。吃太辣，你肚子会痛，是吗？对，这是真的。我生怕给你整辣了。他说别人不都辣。哎，我老来喽。哇，你们看这个。对，吃太辣。哇，这给我加太多了吧？跟我较劲呢。我这也是，我这好像也不好。我生怕给你整辣了。啊！这鱼有点超出我的认知了。哇！
你非得吃这么辣，你这不是？但是太过瘾了。好吃啊！好吃！好吃！真勇啊，这两个人。真的，比重庆人还能吃辣啊！是重庆的肛肠医院也不错，好爽。就是我印象中的重庆小面，感觉名字上听起来特别像重庆小碗面。对，听起来就是那种很小一碗，是吧？对，其实不是，实际上就是比较朴素，它就只有面和汤，它没有别的东西，所以叫小面。不是因为它量小，所以它其实就是清汤水，清汤的。哦，没有，拿个牙签而已。哦，牙签。吃饱了呀？吃饱了，每天二两。每天二两啊？一天360天。哦哟。夏天也吃，不吃。慢慢来。不吃受不了。不吃不得行。不是晚上睡觉，就要回去下乡，他自己下两天。没得来了，是不是？根本没有。我太辣了。不行了。太高看他了，我有点后悔了。马上卸妆。哎，我其实还有一些很好奇的，要不我们叫老板？好，我能吃你一条面吗？可以啊，来呀。老板，你忙吗？可不可以坐一下，然后想来走问一问？哎，不是，有他们，我是老板，他们老板那儿。干嘛？哎，先可以，没问题。不好意思，老板打扰了几分钟，打扰几分钟，走。哎，没事。你是他女儿，对不对？女儿，店主的女儿。啊，店主的女儿。哎，妈了，哥哥，够了，妈了，够。妈，我们俩妈了，有点走。是刚才一口差给我辣走了。妈了，小面呢更好吃。那我们吃的不是吗？你那个加成了微辣小面呢？你们吃的都是微辣的，不是我们重庆本地的。你们全部吃微辣，没吃到我的麻辣小面。我吃不得麻辣，我要吃嘛。我这个还是微辣吗？你这是微辣呀，不是麻辣呀。我这还是微辣。对，是微辣。大哥们，你们家的重庆小面的特色是那一碗秘制的辣椒吗？我们纯手工辣椒，手工，手工做的，纯手工，手工炒制。超值！用那个石臼，葱。相当于裂碎的意思。冲刷过后，要在一个容器里面搁一天，哎，放一天过后再用，再用的时候还要经过三道工序，添油，让它老得要冷了过后啊。听懂没得？冷了过后。哎，听懂了，没事。你说，我回去给你翻译。搞得要那个你做的话，那个油妖你给我把海椒搞得要冷了过后，好再起二道油，好二道油啊，基本上不清了，再差二点门。啊，三道再掺油，再搞门。三道油啊！哎，三道油，再装一道，好再装啥子油了？我都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商业机密。OK。我们的油啊，用得很好。好，啥子油啊？五种油啊。我们的油都是从那个很好，同粮的菜籽油。我每年6月份到7月份，我来同粮去那边去，我要买10万斤。10万斤？哎，10万斤。他要买10万斤的油，每年的6到7月。菜籽不是油，不是油，菜籽。菜籽。自己来熬油。三斤菜籽一斤油。自己来榨油。我，你们吃那个油啊？哎。都是有四种，油有四种。啊，我只说三种哈。啊，也只给你说三种。第一个是菜籽油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核桃。三一个。第三个是芝麻。四一个呢？啊，四一个我都不说了。没骗出来。四一个不说了，因为我们那个全部做的传统口味，还有我们的花椒，绝对是最好的，云南的阳山花椒，榨菜，涪陵榨菜。宜宾的芽菜，那是那以前的贡品了，都是湖北买哪儿哪个地方的花生。重庆小面就是所谓的素面，主要靠调料和高汤提味。高汤一般都是什么鸡汤吗？大骨头汤。我们那个全部做的传统口味，绝对吃了不上火。哎，确实是，我觉得刚才我吃特别辣，我这一会儿感觉没什么感觉。它是满口香辣，它并不是啥子饿辣，大肚子那种辣，它并不是啥子不啥子辣。小面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？
应该是80年代。80年代，因为70年代太穷了，那阵你们没赶上那个时代，你们不晓得哈，那确实吃不饱。好，80年代生活得好过了，慢慢慢的产生啥子？那是没得荤的哈。没得荤了。哎，没得荤，没有肉，没有肉。啊，是个纯面。没有肉，那是买肉的哈。上了90年过后了，生活好了过后，慢慢慢的改善了，那些牛肉啊、肥肠啊、炸酱啊，好的那些东西了。真正的一碗小面都是一碗素面。80年代的传统口味都是，哇，正宗，正宗，哇，大哥们生意真的太好了，没事，老板你先去忙，老板你先去忙，谢谢，谢谢，哇，我觉得我们再不把老板放走，这里可能他们要砸店了，这么多人等着吃，控不住了，真的，别耽误人家了，我们吃完了就赶紧走，来来，再来一个，欢聚美味，非常沟通快，好，来走。大家小时候就是从吃楼下的那一碗小面开始，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，时不时就要去吃楼下的小面，然后它就逐渐变成了没事儿想去吃一吃的那种东西。谢谢老板哈，好，吃饭了，拜拜，再见，谢谢您。哎，咱们下一站去哪儿啊？喜儿呢？神秘下车点啊，店的名字吗？这是一个猜一下，好奇一下，神秘下车点，不是重庆是不是叫山城是吧？对，是在咱们搁山上吗？一起爬山吗？嗯，不知道啊。在重庆这个城市，神秘的下车点能是哪儿呢？大家猜一下。高空啊，高空，嗯，高空空了。不是，那我眼睁睁看着车上高空，我不会无动于衷的。啊，有没有可能是桥上？桥上？但是桥上一般不能下车呀。哦，还是我们自己跳下去。我是来求生活的，不是来求生的。咱们是不是回酒店？好了，刚才大家都已经分别猜了我们的神秘下车点到底是哪。说了很多答案，没有一个说对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一个说对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公布下面的挑战任务。啊，我们挑战任务的名字叫八 D 魔幻交通挑战。交通坐轻轨啊？重庆三高桥又多，高架隧道起落落，轻轨索道天上跑，能不在那水头飘。28楼是平层，一楼高度吓死人。第一个路口要走错，整个行程啊，哦豁！重庆是由桥梁和隧道连接的城市，这里看似魔幻的交通方式，诠释着重庆的独特魅力。超然家族按照导演指令，分成两组出发，自驾体验重庆交通。在1小时内到达海拔590米的重庆直巅 ，WFC 会仙楼观景台汇合，即为挑战成功。今日美食由节目组买单。重庆直巅，不就是我们酒店吗？你还真说对了，回酒店吗？不就是？说对了，咱们是不是回酒店？没有，我昨天一进酒店的时候，他们就跟我说，我们这是重庆之巅，我说这最高的，我说哦，是，我也是，我感觉很高。老肖，你有驾照吗？我有，但是在台湾。哦，那我俩得分开了。那就我跟孟老师开车，完了你们俩打车。好，可以。行吧，那我带老肖吧。那我带老肖。九郎哥，老九，哎，好。A 组必须经过两座桥梁 ，B 组必须经过两条隧道。啊？两条隧哦，我们要经过两条隧道，需途经两座桥梁。两组成员在自驾的过程中，需要拍下途经点与康师傅冰红茶的合影。率先完成合影的成员，成为本期的痛快推荐官。好的，好的。可以的，我们绝对在3个小时以内给你完成。今天一天都干这个了。3个小时以内，还蛮期待。但是我也知道重庆的路是很复杂，交通也很不一样，然后很容易迷路的一个城市，会害怕走错。哇，你可以猜吧，现在重庆的路。啊，这就是最复杂的一个立交，就是它有十几条那种路。
我们不会要走到这里吧？不知道，反正他挺恐怖的。我肯定丢啊！咱们组还是比较有实力的，因为咱有一导游啊，地理优势。对。路不大呀，我觉得好像哪儿都是隧道，而且它是山城嘛，所以它肯定不缺隧道。车上还有一本地人，我不是说有信心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啊。哦，走路，对，走路。You， 滚，嘿，哎呀，哇，咱们这是哪个呀？这是这个。哦，这台你们的是吗？哦，这是咱们的。拜拜，一会儿见。哇。好甩哟，开了，哇，好白啊，这个车里面。第二，再次。怎么了？第二，再次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嘿，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啊！谢谢。谢谢。要把锁起来。我真的是会 thank you。他们是走桥，但是走隧道。咱是走隧道，先咱怎么走呢？先去两个隧道，好，直接走隧道。嗯。哦，找到了，你看这个。能走车吗？那行了，咱就去这儿。我要去长江大桥。我要跟老肖一起去找重庆最美的桥。长江桥，长江大桥，对吧？有这个桥，9分钟哎才。哦，对吧？我们慢的。好的，慢慢来。不要急啊，注意安全。安全。走。我们出吧。哎，开车我觉得在重庆走一走还真是挺好的。只要不是晚高峰、早高峰开车。对啊，那现在是中午。好了，两个隧道找好了，20分钟吧，一切尽在敖哥掌握。哎呀，谢谢敖哥，掌握。我感觉就是咱来这几天，就这天气的颜色就很符合我对重庆的想象，就是要有点雾，有点神秘感。对，而且重庆绝对是一个特别有电影感的一个城市，这么多好电影好像都在重庆取景，对对，包括有故事啊，重庆的故事，有故事感。山城就是不一样，很奇妙。对啊，就高高低低的。我的天哪，就你看这太复杂了。哇塞，真的，我觉得就这种道路只有在重庆有。我们来感受一下重庆的交通。我们在盘旋上山。马上。我绕个大圈去上河公园立交。我的天哪，你我给那镜头什么？这都只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真挺容易开错的，是一个流程就开下面去了。我就很容易走错路，比如人生的道路。我先走了，你们录吧。我们那么快就要完成了吗？只有5分钟了耶。快来。快快，等一下，我要往这边。哎，不让走吗？不是吧？让吧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哦，对吧？对吧？对。最难的就是说重庆的路真的是很难看得懂，因为它层次太多。比较难的是你要地图跟现实的路况去匹配。好多弯啊！哎呦，没事，来靠右，靠右走。好，靠右。好，应该是第一个就出去了。你要靠右啊，靠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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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。好的。I got it。别慌，别慌。没事，不急，你慢慢开。肖老师绝对是贴心型的副驾，就是他会帮我注意看我们的分岔路要该怎么走，全程很信任我。乘客，你会不会有觉得有点闷？让我来吧。很自在，因为你知道，乘客越紧张，驾驶就越不会开。反正只要顺利到达就好。靠右，好。
哎，到了，他没有导航嘞。没有了。对对对。哇，我看到那个大桥了。快来。我们要上桥了。哦，这面好看。到达目的地重庆长江大桥。可以，完成第一个。前方200米到达目的地。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关于隧道的蛛丝马迹。他说这个隧道很隐秘，但是挺好看的。啊，加油站旁边就是入口，那就是附近有个加油站。好，找找加油站。哎，加油站。到达目的地附近，导航结束。哎。加油站呢？啊！加油站呢？你已偏航，已为您切换新路线。不是吧，哥们儿？系好安全带。行吗？还？咱回酒店吧。那这显示导航过去要53分钟。啊？53分钟？对。50多分钟，那不是这地儿，等于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这不是南岸区吗？我寻思，你是重庆人吗？你是不是重庆人？对呀、啊，重庆是南岸区，不是吗？他走错了，为什么？这不是南岸区吗？我有点怀疑你重庆人的身份了，已经。打你刚才说四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四惠是北京。嗯，又找着了一个四惠东地铁站 B 口。你先等一会儿吧，你先等一会儿。那是北京，那是好远啊，这我知道那儿。我不是搜的重庆隧道吗？这，哦，你是不是他们那边派的？坏了，我成卧底了。搞错位置了，去到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路。大意了呀！好离谱啊！走，是这个吗？是，准备出发，全程5公里，大约需要7分钟。7分钟怎么样？到底是对的吗？怎么大家拍出来的照片是一个地方，怎么大家给的定位都不一样啊？行，那我再信你一回，行吗？再信我一回，再信你一回，再信我一回，没问题。好，就这一回了啊。好嘞，实在不行我就放弃了。我估计他们现在都拍6个了，咱现在一个还没拍到。后面那个能到酒店了都。那个在呢。那个附近还有什么桥？附近有没有桥？是不是太随性？我觉得你在跟他聊天。我想去下一座桥。我没理解你的意思。好，找到了。叫什么？叫菜园坝大桥。这么近吗？哦，到了。我看到这个路，我就知道。前方100米进入苏家坝立交。哦，它是一个大回转。它是一个大回转。对，有点吓人。小心啊！这个对，就是这个。我们要绕一圈下去。哇，到了！快，你可以跟上面那个字一起拍一个。好漂亮哦！菜园坝大桥，听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有了。怎么说？完美啊！就是一个完美。嘉哥太靠谱了啦！哎呀，导演说的好像要1-2个小时，就我们拍这一段，15分钟搞定。我觉得我们也算幸运，就是车也不多，然后路也不复杂。反而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路途中，我们看了很多很美的风景，好漂亮哦！你不觉得很漂亮吗？有，哎，隧道，哎，帮我们拍一个，万一他们没有找到隧道呢？有这么笨吗？九郎，九郎或许找不到，但是弟弟不会找不到吧？你已偏航。
已为您切换新路径。弟弟不会找不到我。咱逗呢，是不是有点啊？没事，咱不忘，咱走，能走能走，是吧？不是，弟弟，咱上来走，咱不能光鼓励我。哎，我认识了，这我真认识了，这我公司了都。哦，你是准备把我骗到你公司是吧？是，哎，不行，哥不行，哥不行，不行，哥不行不行。哎，邵老师。哎，子干嘛？你们进度怎么样呀？有点烦咱们了，干嘛？我们到酒店了。啥？滚！你们到酒店了？你们拍了两座桥了吗？那当然了，你没看到群主我都发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你们到哪里了？扎心了，你们不会一座都没有吧？我迷路了，我不是打电话来关心一下，然后。还关心人家呢，我们是寻求关心，好吗？姑娘，老肖，要是一个小时之后我还没到家的话，你们就报案吧。你们赶紧，我们是真的到了，我们要上。好好好好，你们慢慢看啊，哦，拜。我们先找路了。好，拜拜拜。一会儿联系不到就报案啊。好。人都到家了，人都。等一下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我过去接你。这种粗活，怪客气的，嗨，咱就是说靠谱加哥，靠谱加哥，来，请，我们就直接进去吧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去休息了。就等他们呀。他们肯定还要个两个小时吧。您已偏航，已为您切换新路径。我麻了，我真的麻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不是他这个，我一直按着他这走的呀。您已偏航，您已偏航，您已偏航，您已偏航。我又偏航了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到底是？我都不敢走了。我有点愤怒了，现在已经有点。一开始我们俩还觉得很逗，就是到哪儿然后要开错是怎么着，我还觉得挺逗的。但后来我真是怎么走都不对了。我说我就按照您那个导航这走的，为什么会偏航呢？有点累，我真的有点太累了。咱开俩小时了，快。现在有点晕车，人快没了。280。开会窗户吗？右前方。OK， 谢谢。250米处，刚才我特别理解你那句话了，就是我人麻了，一闷棍给我打木了。当时奥子一说他有点晕车了，我觉得因为我是驾驶员嘛，所以我觉得我责任主要在我，反正就还是很抱歉啊。距离目的地还有3分钟，前方，希望他对吧？我再看看。没事，弟弟，咱就说没有不对，我也告诉你，我有，我就愣告诉他我去隧道了，行吗？好，好吗？好，没事，咱走咱的啊。好，什么隧道不隧道的，是不要了，这真是，这我们走那哪是隧道？道再碎能有心碎吗？还有1分钟到达目的地啊！我现在觉得咱可能马上能顺利到达这目的地，但关键是目的地旁边有没有隧道？是。应该有，应该有，不应该不会有错。前方200米到达目的地，右转，这，哎，教练在这儿，他说左边下去，哎，是这儿吗？好像是这儿，啊，右转，好，对，这儿吗？那下边，哦，好窄呀，我这是走车的吗？当然是走车的啊，嗯。咱车，哦，好窄呀，我这是走车的吗？当然是走车的啊。嗯，要不咱车，隧道，隧道，找到了，先拍了再说。哎，先拍了再说，对吗？哇，咱行了，咱。
哟，真不错。隧道，隧道，家人们，隧道。OK， 已经保底了。咱这样，一会儿呢，咱为了不就俩吗？对，我前面掉头，行不行 ？OK 了，回酒店吧，咱。哎，隧道，隧道，哎呦，来，哎，行吗？这回行吗？咱，哎，行，这回呵，来，先拍一个，哎，先拍一个，不管，一二，走你。哎呦，太美了，我得慢点。真有劲儿，嘿。哎呦，太美了，真到位。哎，这隧道真不错，这真是挺好看的，真的。哦，咱有俩了，是不是？有俩了，有俩了，这有点意外收获了。哎，是的，还有这一套，真不错。哟，这前面这我认识了，石景山游乐园吧？还是回北京了？啊，是露天的吗？哇，真的哎，上面是完全是停机坪是吗？哎，如果你说在这边坐直升机，那你可以看到重庆多美的景色。真的，我们基本上是跟山是平视的。啊，天哪！哇！耶，我们达成任务。等待两个小时之后，杨丑郎跟敖子逸的到达。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都把他们盼回来了，是吧？终于回来了。好吗？终于回来了！哎呦喂，快走吧！哎，我都出国了，我感觉。是去我老家溜了一圈，是是是，挺好挺好。我隐形眼镜都等干了，我再给他十秒钟的时间，如果他不给我飞上来，我现在立马罢演。我觉得他们肯定是给自己加戏了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杨九郎肯定是给他加戏了。他们是不是已经睡了？我有点无言见江东父老了，已经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是他们吗？我要去那儿吗？你不行吗？啊？你害怕啊？我们在这边等你们一个小时了，你们还不过来？这里风好大，我不想上去。我理解啊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不能触碰的恐惧的点。咋了？哎，我过不去，生理上啊。原来这就是你离开重庆的原因。请问师傅，您在路上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不是，就是对不起，我太废物了，忘了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以我第一季对你开车的了解，的确好像是会发生这样的事。这一次超人家族的挑战，遗憾九郎哥和子逸在路上的时候迷失在山城里。迷失。这个任务应该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，所以这一次由节目组出一半资，另一半由九郎和子逸出资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恭喜孟佳和萧敬腾组率先完成了康师傅冰红茶合影任务，成为本期的痛快推荐官。康师傅冰红茶，痛快星期五。我们其实在这里汇合的重庆之巅呢，就要请上我们重庆站的嘉宾，重庆小姐姐。Hello， 你好，重庆小姐姐。你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朵一，我是重庆人，然后我也是我一位美食博主。哎，你也是重庆的？哎，我是重庆的。我也是重庆的。我超能吃辣的呀。我不能。我直接先示弱。就今天我就是带我们的超人家族一起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重庆。欢迎我们的朵一小姐姐。我们在走去下一站之前还有一个小任务。说，重庆是敖子逸的家乡，所以节目组推荐敖子逸成为本地的宣传大使，在重庆的每一站用50句话向超然家族推荐重庆特色，推荐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重庆的这个城市魅力。好好，这一站是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吃什么吗？对，我们待会儿要去吃豆花饭。吃豆花饭是吗？我太想吃豆花饭了，我太饿了，我们去吧。走吧，我们现在直接走。我太想吃了那个豆花饭。等不了，等不了，马上走。我刚刚在跟老肖一起，就是路上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没有像九郎兄刚刚那样错的那么多的，对，就是我。
那你也得庆幸他没在你车上。重庆假导航，这是最好的配置，我感觉。你最好的节目效果。对对对。司机师傅，你好好看路啊，别开错了啊。待会儿我们吃的豆花饭其实也是重庆的比较好吃的。哎，我就想问什么是豆花饭、啊、豆花饭就是它用豆子点的那种豆花，就有点像类似于豆腐，但是比豆腐更嫩。你们待会儿可以尝一下。好呀。开错了。重庆的师傅开错了。开错了。刚才你不讲也就算了，你一讲呀就开错了。肯定是因为杨九郎坐在这个车上。你看没我不是我们的问题吧。你庆幸你坐在我的车上。那当然。早晨吃完老小面，中午首选豆花饭。豆花面炸高水甜，起码配饭三大碗。吃饱喝足精神满，工作生活不摆烂。那个豆花对你们重庆就啷个重要啊？那肯定噻。嗯，没听过重庆人有三大怕吗？啥子吗？烧白不怕，婆娘强妈，豆花墙头面疙瘩，晓得重要性了噻。听你那么说呀，我觉得干吃不够。哎、老板加个烧白。哎呦，钱都没得，想吃烧白？算了，看他们啷个吃的。各位旅客，我们到位了。我的那个记录，我说多少句话的姐姐看了我一眼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不是电影中的，颠勺想象中的。哇！我其实比较少看到有女生做菜颠勺太帅了。看吃点什么，几位有没有什么推荐吗？我们家推荐菜豆花是我们家特色菜，可以、哦、还有一些蒸菜。好漂亮哦。好，谢谢。刚刚杨老师想说要吃你刚刚炒的那个菜，你炒的是什么？干腰合炒、哦、对，干腰合炒。蒸菜的话就是烧白，然后还有粉蒸排骨、粉蒸肉。好，可以吗？那我就按这个给您上了。那您稍等一下啊。没事。这个大锅的就是豆花，然后他每天就要煮一大锅，就在那儿，然后直接来就可以上菜。它很快，其实很方便。好嫩哦，看起来。来，这是豆花。哎，谢谢。您这个汤是可以喝的啊。我先喝一口汤。嗯？刚才你那个表情很像呆呗。喝的习惯吗？有点像豆浆去糖。哦，对对对，但是它是那种豆浆稍微淡清淡一点的那种。是这样吗？就加起来就可以吃。对，加碎一半，然后蘸一下吃。你别把它戳太碎就好，因为你不好夹。你别把它搓太碎就好，因为你不好夹。嫩豆花是你平时吃到的嫩豆花的那个味道。对，但是我们家里面人会吃的更嫩一点，我爸爸他会吃那种夹不起来的。我是一直没夹起来，你看。来，这是粉蒸排骨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是烧焦茄子。粉蒸肉。哇，粉蒸肉。稳住，老肖，不可以，稳住。杨老师，盐煎肉，重庆的特色大刀烧白。来，您的干腰合炒。它就是干腰合炒，泡椒的，尝一下嘛。哇，好好吃啊。很嫩呢。嗯，很嫩。那个猪肝我没有想到它嫩不嫩。什么都让我好香啊。我们这边叫烧白。
最爱吃的应该是回锅肉。重庆人应该是叫盐煎肉或回锅肉。好笑，你真的好认真的吃完了一碗半的饭。我还没怎么吃够。还没吃够吗？还没饱。这是炒菜太好吃了。我觉得吃这个炒菜，然后配口豆腐，真的很鲜美，都可以不用蘸。我跟你讲，吃一吃，再配一口康师傅冰红茶，绝对让你顶了。我觉得我等一下要忍不住要请老板出来了，一定要一定要，让老板给我们讲讲。真的，这些菜我还真不是太了解，像重庆的路一样，也不太了解。我先走了。好，来，中间吧 ，C 位，中间请坐。来，老板，您看起来非常时髦，就很不像在里面这样子，不像颠勺的看起来。对对对。所以您干这一行是有多长时间了呀？干这行是十年了吧，差不多。哇，十年这么久。那之前做了什么？之前吗？最开始原来我是医疗兵，是部队的。哦，您是部队的。对。我说怎么有一种气质，就是那种。就是拔了那种气质。对，你在炒菜的时候你是这样子的。那有学过做饭吗？有。也自己会学？因为家里面有人教。对，原来我在西藏开餐厅的时候跟着我们大厨学。等一下，你好好的。给了我两个 shock。首先您是那个医疗兵，然后又去西藏。对。您怎么会想要在西藏开呢？哦，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上了军校，然后上军校待了，在部队待了十年。有。对，待了十年之后，因为我父亲也是不军人。啊，因为我父亲在西藏一直就是最艰苦的那个地方，边境，对，待了20几年，对，然后后来我父亲因为一些因公去世了，他是属于国家英雄模范那种去世的，然后我心里可能自己内心还是对父亲还是有些遗憾啊，崇拜，所以当时选择去西藏是因为有这个原因在里边。哦，是为了对想去也想去看一看父亲在他工作的地方，想去待一待。哇，好帅啊！对。在那边待了有6年多，对，最开始其实也很茫然，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然后也是因为有朋友，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开了一家私房菜。就退役之后，然后为什么最后还是回到重庆？就家在这儿吧，就是落叶归根，妈妈在这儿。对，开了一圈眼界，最后发现对，还是想回家。这边还是比较温暖那种感觉吗？就我老公啊，认识我老公。对，您爱人是也是做厨师行业的？他不是，他是蔬菜批发。一条龙给他整齐了。本来我想说问一个浪漫一点的事情，然后结果突然一下，我爱人是做广告的。哦，那正好给您菜做广告，广告公司对达标。对哦，您当年那样选择去西藏，就是想要去看一看爸爸工作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妈妈没有反对？妈妈不知道。啊？什么？妈妈不知道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那妈妈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她到我们单位去找我，然后我们领导说，哎，她早就没在这儿上班了呀。啊，对，这样有的事情还是瞒不过妈妈，瞒不住。对，但也是善意的谎言。善意。妈妈知道之后，妈妈什么反应？最开始很生气，特别生气，就不能理解。不能理解。她其实是有一些后怕的。她是觉得一个就是年轻人现在的社会环境，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、稳定的收入，这肯定在父母心里这是最好的。对，尤其是女孩子，所以她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。可能这您父亲在她身上还有一些伤，还没有疗好。有，真的是。真有，真的有。理解这后怕，就是她自己摆脱不了那个伤，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。对。是这样的。可是为什么会选择就是豆花，然后加上这种家常菜的东西？豆花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姑姑是做豆花的，然后她在我们老家做豆花做了20几年，然后而且这个手艺我觉得以传统美食想去把传承下去，把它做好这个东西。哇塞，我们要怎么评价这个豆花的好和坏呢？您开始喝这个水就有一点点回甜，那种甘甜的味道，就是这个你就先判定它是用什么东西来点的。哦，重庆豆花它有分两种，有一种它是用石膏点的，有一种是用胆巴点的。这种豆花就是用胆巴点的。
就那豆腐点成花之后，你得拿那个烧鸡压，就是你们吃的豆腐其实就是这样压实在，豆花就是没有把它压得特别实。有股豆香，反正对豆香味儿。如果是用其他的东西点，它喝起来就不会是这样甜的。不知道哈，哎，我假成铁人了，你不晓得了，哎，我不晓得了。哎，老板，那我加这豆花啊，我加不起来，然后加就碎了，这是不是会比较丢人？不丢人，这个它得横着加，你不能竖着插下去加。是这样吗？对，你看您这样就好加了。哎，这样。然后把它裹一圈，在调料里面裹一下。对，就横着加就好加了。所以九郎，你刚才吃了这么一大半碗了，你都是竖着加？我都是，不是，我是爬了进去。我他加特别溜哎，不是重庆人吗？重庆人吗？哦，对。老板，您殊不知，你两边坐的都是重庆人，是吧？我听他说话，我知道。我也是重庆人，我也是重庆人，也重庆的。我也是重庆人，因为我刚说重庆人。好了，我不加，我不加，不能另说一点。我是重庆人。我出名了，我呗。怎么一天都在被出名的路上啊？因为你不会加豆花，也不认识路。开心，因为这是我们第一天来重庆，所以就是早上就吃到了重庆小面，加上又吃到这么地道的这个豆花，就是整一个就是很满足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比较当地的。对，来，欢聚美味，冰爽豆同快。这个老板娘给我的一个印象还蛮深刻的，从见面的第一刻到跟她说上话，就觉得她是一个很飒的姐姐，经历了很多，然后因为她的经历，所以就是她炒出来的菜是那种很潇洒的。她的经历应该是我们常人可能无法去想象到的一些事情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还有50句话。这快结束了，这还没有，我还没开始。那要不你来吧，这一段交给你了。对，你来讲讲老板娘的故事。哎，老板娘的故事，我跟你讲，当时在新疆的时候就哪里新疆啊？对不起，老板娘，我先走了。没事，帮我们结一下账。哦，好嘞。我接，给我，因为我们那什么了，对。行了，你下一顿那个，下一顿还是你。下一顿火锅是吗？啊，对，那火锅不贵吗？是吧？啊，来那个。这一趴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有一个小的总结我们要看一下。敖子毅要在每一趴过后说一段赞美重庆的话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说了多少句。火，你知道吗？有请我们的速记员。你说了52句。哇，52句，恭喜。一共说了52句话，但是赞美重庆的话还没够50句，所以下一趴再接再厉。啊，辛苦。弟弟，我感觉你被盯上了。拜拜，老板娘。拜拜，老板。啊，拜拜。重庆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话？哎，你莫扶了，我来扶。你莫扶了，我来扶。是你别给钱了，我来给。我给。哦，我给。你莫扶了，我来扶。好。不是，你要说要得。要得。哦，要得。你莫扶。要得。两个人都挺酷的。您撑吗？撑。可以消化一下，可以消化。怎么说有运动？要不去个江边？可以，想去。三个五。走。Let's go！ 现在我们要出发去江边，因为刚刚吃的太饱，所以我们要去江边稍微消消食儿，散散步。我们家族的第一次散步吗？哎，真的是。我觉得我退休以后就想要这样的生活。哎呀，小宝贝 ，Hello 呀，好可爱，好奶呀，眼睛好大。我不愿意跟眼睛大的孩子玩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打水漂试试呢。去打水漂吧。我是漂王。你是漂王。哎，现在各位朋友可以开始找自己的石头。石头很重要。最扁的那个。最薄的。也不可以太轻，要有点重量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好，这个拿来打。啊，对，效果打水漂的，这是打我的。太精致了。我们俩一人找了块瓷砖，这个应该可以。老肖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？Nice。这个很 nice， 是不是 ？Good choice。
谁先第一个？打个样。打个样，我试试我这块吧。三四五六七，七个。这，那我也七个。你怎么弄？你就平着接触水面就好了。还用你说？哪个可以？我觉得这块蛮好。有、哎、好，来来就来就来。可以来，我们不用玩了，不用玩了。没想到呀。来看我吧，看我吧，好吧。你这个，他刚刚一下七个，真的。我也在隐藏我水漂之王的身份，看一下哈，看一下。一二三，王者老肖，一二，哎，我怎么可能跟杨子拉一样？我怎么可以跟杨子拉一样？是呀，一二，大概三下，不错，两下。走了，走了，你是单纯喜欢玩石头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所有人一起扔。好，好，三二一，超人家族是不是？哦，所以我们等下要去哦，火锅万花筒，火锅。万花筒，它是那家店叫万花筒，还是说是一个比喻词啊？它是一个比喻词，你们可以猜一下，火锅就是万花筒。万花筒是一扭，然后就不一样的花，一扭就不一样的花。小时候玩的那个，大概是这样的吧，花样比较多，那种感觉。哎，你们过来重庆的话，对重庆的火锅的印象是什么？九宫格吗？辣，那肯定的辣啊。半品吧，以下水为主，毛肚啊，鸭肠啊。啊，对。啊，哈哈，啊，我们去吃火锅嘛。我对火锅的要求高哦。哪个呀？要有烧菜。有。卤菜。也有。牛杂。可以。溶洞里头吃。没得问题。防空洞头吃。要得。哎呀，那跟你说嘛，只要你想吃啊，不管是天上吃、地上吃、水头吃，想在哪儿吃哪儿吃。而且我们重庆火锅啊，讲究啥子都能吃，一句话，万物皆可烫。万物皆可烫。嗯。那恁个嘛，我烫个海底板。可烫。走了，我们到站了，同志们。哎，你好。吓一跳啊！见我面，这么大阵仗的吗？哇塞！气势吓到了我。哇！来到重庆啊，与以往有着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咱们这期的痛快推荐官啊，选出了两位。现在呢，咱们就把时间交给这两位，请开始你们的痛快演讲，请开始。好开心在今天的挑战里成为痛快星期五的推荐官。是的，我很喜欢今天重庆呢，从早上重庆小面，中午的豆花饭，哇，然后我们就去散步，现在来到这边吃火锅，哇，真的是太棒了，很完美的一碗。重庆呢，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火辣的美食，配上我们痛快的康师傅冰红茶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爽。冰过以后喝的话，反而让你喝完之后有一种爽感。爽感。欢迎大家来到重庆，好吧，一起痛快喝一个，欢庆美味，冰爽够痛快。我们来点菜吧。啊！点菜环节，我们是红汤嘛，红锅还是鸳鸯？鸳鸯吧。你重庆人？我的鼻子感受到这一股辣味，不一般。红汤还是鸳鸯？汤还是鸳鸯？
红锅。红了。在重庆了嘛，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。吃不了辣，肚子会难受。不会有任何一个地道的重庆人会点鸳鸯锅。哦吼！哎，对，正好是一个重庆人提出了，我们要不要点一个鸳鸯锅？可能子怡也怕我们吃不了辣。但我觉得来到重庆嘛，为表我们的诚意，还是点一个全辣的一个红锅吧。我要虾滑，我要纯粹虾滑。纯粹的虾滑，天门滑肉，哎，天门滑肉，哎，天门滑肉是他们的叫比较点有名的菜。那先点一个。本地人给，然后给我们介绍几个一定要吃到的东西。烧菜也可以点。烧菜，就是像炒菜一样的。它是先卤再烧的，就是像卤味儿，然后烧过的菜。直接吃的。也可以直接吃，然后也可以煮。煮过之后，它味道更软烂。烧菜火锅是不是？对，就是那种。这为什么有名字叫格格？就是万州格格，你们知道万州格格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万州格格。格格是万州的一种俗语，就是蒸笼的意思。这种像蒸笼。对，特别软糯，吃起来。哦。什么叫牵丝？牵丝豆干，牵丝肥肠。牵丝肥肠就是把肥肠牵丝的，然后豆干也是豆干丝，口感会更脆一点，更嫩一点。他们家的那个冰也很好吃，就牛肉冰。他的那个炒饭也挺好吃的。炒饭。要不我来。您来吧。来吧，我来吧。对，我有点。慌了，让重庆人来。眼花了，眼花了，太多了是吧？毛肚吃吗？哎，突然弟弟在点菜的时候有一种很可靠的感觉呢。对。整个沉稳了起来。你好帅啊！你好帅啊！不要坐坐，不要坐坐，不要坐坐，刚刚那种自然的，不要歪嘴，不要歪嘴。真特别特别帅。他真的很认真的点，他真的很认真，像在小学生做作业。我点好了呢，服务员，老师，来老师，好，谢谢。服务员，上狗，你记得服务一下我们的这个姐姐。他全程只盯你。对对对，辛苦了辛苦了。50句。哎，那咱们今儿是不是应该算是享受了标准的重庆人的一天？好，就早上起来咱吃个小面，中午豆花，晚上火锅。反正是我回重庆的话，我就很完美的一天。你好，打扰一下，今天是谢谢，谢谢，我已经感受到那个味儿了。这是什么茶？这是老鹰茶。老鹰茶。重庆的锅底就喜欢加老鹰茶，因为会去火。茶火锅，中和一下是吧？对。想吃红毛肚。我们可以下了，可以了。慢吃。我们先尝一口，兄弟们。如何？我可以接受这个辣度。我觉得那个肉是不是可以了？可以了，对，对吧？来吧，我们一人尝试一下喽。搂里个搂。来来，把勺子给我。其实，在吃火锅的同时，我也在回味这个茶水跟火锅的一种冲击带来的一种很特殊的味道。好吃哎。那尝尝那个吗？这个肉片已经好了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老肉片。猪肉。猪肉吧。老肉。谁的老肉没说？这是什么肉啊？老肉。老肉。谁的是老肉？好吃。好吃的。好吃。好吃。我喜欢是偏甜的，哦，有点回甘的口味是吧？是偏甜的，我喜欢偏甜的火锅。对，而且还可以吃到一丝茶香呢。哦，好像是有点茶香啊。
让我仔细慢慢品。您耳朵需要给您一个白锅吗？不是，我呛到了。看出来了。不辣。老板，你们重庆人还真是挺能吃辣的啊！哦，我自己很能吃辣，我自己很能吃辣，他我就不知道了。好了，我真的想问，有重庆人不吃辣吗？有我爸，有吧，也有吧，有辣子爷，有吗？我吃辣，我是从小吃辣，我是差不多5岁就开始吃辣。对，哦，5岁开始吃辣，你想加辣是吗？我还好，但是你肯定觉得不够。哇，这里怎么应有尽有啊？当然应有尽有啦，火锅很卷的，重庆有3万多家火锅店，很卷很卷。咱就每天吃一家，得吃100年。100年？对，等会儿啊。对，每天吃一家。100天，3万天。哎，我随便吧，我随便吧。100年，脑子不够了。其实我也很想了解一下这个重庆火锅的来由，因为一直有吃，但是其实就是从来没有去了解过。我们要不要请老板？老板，老板在哪哦？在哪哦？哇，邢南，真的假的？你好。欢迎您。哇，怎么称呼您？哎，我姓梁。梁老板，叫我梁胖子就可以。耶，梁老板。梁老板。吃的辣吗？我吃的还行，我觉得还可以，能完全能接受。有微辣应该还能够接受。能够接受。对，初来乍到也不敢太上。不敢太造次。毕竟我们有一个完全不能吃辣的孩子在这里。你完全不能吃辣椒啊？我不是完全不能吃，是只是不太能吃。你重庆人吗？我重庆人。重庆不能吃辣椒啊？所有人都有一样的疑问。哎，老板，其实我有另外一个问题。你有另外一个问题？没有，我是太久没吃辣了，可能不太能就是退化。退化。明白。但我说实话，我今天吃到这个没有给我不舒适的麻的感觉。对啊，吃得很舒服。而且我喜欢这个火锅尾巴的那个甜甜的感觉。对，回甜。啊，我们重庆叫荔枝味。荔枝味。重庆的火锅的味型它有好几种，比如说的胡辣香型，还有刚刚夏老师说的，你吃着有点回甜，荔枝味，子怡应该知道吧？荔枝味的火锅它就是有点回甜的。我太知道了，太知道了。其实重庆的火锅最开始是什么？是那个就码头的一些工人苦力，一些纤夫啊，就拉船的，还有一些搬运工。那个时候他们就吃不上这些好的东西嘛。原来的流下水是没人要的，比如说我们说的毛肚，比如说我们说的牛肝，这些东西就非常便宜嘛，就给他收过来。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底料的说法，就是豆瓣，然后加那个豆瓣酱，然后加那个辣椒，加花椒，加一点那个什么姜片儿，因为那个下水它的腥味还是比较重嘛，所以要去一去味道。对，所以说这是重庆火锅最初的一个由来，原来是没有什么底料不底料的说法的，是慢慢的，然后就开始讲究。对，大家接受程度越来越高，觉得就围炉而食的感觉嘛，大家也觉得是比较很棒的，然后慢慢才会有就是重庆火锅才会有底料的诞生，就是这样。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一进来我就看到您的店名叫做朱光玉。对，因为感觉像是个人名。对，确实是个人名。那这由来是什么？其实朱光玉他是我做第一个餐饮的时候就在我们店里来的一个员工。员工？对，是我员工的一个名字。哇。对，但是他和我的关系就不像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，因为其实他和我妈妈的年纪差不多大，然后我和他儿子的年纪也差不多大，所以就像家人一样的关系。比如说我有时候晚上出去就朋友聚会很晚在外边喝酒的话怎么样，我妈都没打电话来，他就打电话来了，干嘛还不回家，这么晚了还在外边喝酒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多像家人的关系。做这个火锅店的时候啊，当时说想取一个名字，没有加思索，一来就想到这个名字。对，缘分，缘很深。对。那他还在您这边？啊，他现在已经回去，就他儿子不是有小孩了吗？对。其实朱光玉怎么说呢？大家给他称为就是火锅桌上的万花筒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就说，火锅的万花筒。
有这个外号，没明白。对对对，有一个这个外号。其实在我看来是什么？火锅这个东西它是万物皆可烫，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美食吧。所以说，你看我们店里边它有即将土包子，那个土包子是重庆非常火的一个路边摊儿。他只有晚上卖，晚上9点钟开始卖。我们怎么没有？没上是吧？来给你们点两份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老师，哎，帮我加一份那个包子，甜饮品你帮我配一下。哎，然后包子给我来两份那个即将土包子的那个酱肉馅。专业，真专业。就是在一家店里面可以吃到很多的口味。我觉得不管是甜品也好，还是我们说的菜品也好，其实包括刚刚朵颖吃的那个天门滑肉。你知道重庆有个地方叫朝天门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朝天门有三宝：天门豆花、天门的糯米饭，还有一个就是天门的滑肉。当时我们就是在朝天门去找了一个阿姨，这个阿姨在朝天门卖滑肉已经卖了10几20年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她请到店里来教我们做滑肉。所以说我们就是把重庆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菜品，万州格格、即将土包子、天门的滑肉，包括我们的生窝炒饭，都引入到我们那个门店里面来。所以才叫万花筒。对。哇哇，我念啥？这肯定巨好吃了。谢谢谢谢谢谢谢。上面是奶油，中间是那个冰淇淋，下边的酸奶块。哇塞，这个我都不会吃的感觉，这个。好，来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塞车了塞车了。哇塞哇。它这是老面。对，老面包子，重庆人就喜欢吃老面包子。蛋炒饭，蛋炒饭。这不是蛋炒饭，其实这是神火炒饭，我们叫乱皮柴炒饭。就乱来的意思，什么东西都给它混到一块炒，所以这个炒饭的名字叫乱皮柴炒饭。尝尝看这个包子吗？试一下吧，试一下吧，一起尝一下。这是酱肉，店里的酱肉是最出名的，这是按照我的喜好给你们点的，我特别喜欢吃那个酱肉包。啊，我懂，重庆也是一个对美食有讲究的城市。对对对对，是是，放心吧，都给你打上了，我看见。我知道，我也看见了，我说一句我就盯那个姐姐一句。嚯！好吃啊，包子真的很好吃，而且我的确很少看到小笼包的橙色是那种有一点点黄的橙色。好吃好吃是吧？旁边这一排好好吃，味道很浓，那个哇这好吃啊，好吃吧，好吃吧。没有，你吃那个墙，你吃那个砖块，那个砖块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经常说那个火锅都快把甜品店卷死了，我跟你说。真的。吃完这个，吃这个，这个完全味道是翘出来的。对对。你再回去吃火锅一样，火锅味道还是非常浓。重庆人特别会搭配，你不能老用重庆人这仨字凑字啊。重庆也是一座美食之都，重庆也是一个对美食有讲究的城市，重庆人特别会搭配。你发现了？您做的这个事儿啊，就上一站我们去福州，然后我还说呢，就是每个地儿的人，当地人，包括这回来子怡和朵颖，恨不能我今儿请你吃这个了，那个没去上，就会觉得特别遗憾。但我觉得来到您这儿呢，感觉就没有那个那种遗憾了，就是您好像把您觉得好吃的东西全搁在这儿，只要你来到我店里，只要你有胃。你就可以一直吃，就可以把我想分享给你的东西，然后都吃到。对，我希望就是大家一样吃一点，就不要光吃就是涮的菜品，就还有很多小吃啊、甜品啊这些都能吃一点。好的，来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，非常感谢，欢迎大家到重庆啊，加油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那老板您先去忙，谢谢您，谢谢，拜拜。最后的时候，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弟弟的小任务，多少句呢？三人七句，不吵了，不吵了，不吵了。可是我觉得有进步哦。不吵了。问一下任务，就是结账。结账是吗？我说我不点，你非让我点。那我说我不点，你非得点。我去吧。没事。哎好，没事。哎好。你模糊我来补。重庆最帅的一句话是什么话？哎，你模糊了，我来补。九郎，再说一句。你模糊我来补。
啊，等等。咱们下一站去哪儿？山城饭局。哇，姜丝儿兔，上面是菠萝哎。超燃菊花店，我太喜欢了，好满足。上微博参与超燃美食季话题讨论，一起打卡全国美食吧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感谢新浪信任客户端 Booker、讯飞输入法、萨满话、黑鱼、视频花露 APP、格力盒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画山猪，我完成了。帅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搞定。